唐天师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过来帮忙？你看我都肿成什么样子了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不是吧？你一个修行之人，还避讳这些，变成猪蹄了？你也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就站在那里袖手旁观。江门第，怎么还会取白漂亮这个名字？啊，我们家族的人都不太会起名，我还有个表哥叫于黑土呢。像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你也没有办法抱我走。再说了，天师你瘦得跟麻杆似的，那估计也抱不动我吧。我懂的。终于可以和这个死天师说再见了，也没有你单身。你这个人真会说笑，好讨厌啊！当日是我技不如人，如今我们妖多势众，我就不信按不死你一个凡人。不杀了你，今天谁都别想走，大家给我上啊！上啊！有疗伤的奇效，巨大很大，不过赶紧跑，别逞强，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了，告辞了。快走快走。小红书。